外传》合体了。7月18日，姚晨晒出与闫妮、约恩泰的合影，郭芙蓉、佟湘玉、吕秀才风采皆不减。姚晨同时还晒出了三人10年前合作的《武林外传》剧照，并写道：“小郭，10年快得很，弹指一挥间。”还配了一个哭的表情，自带感叹时光流逝。如今姚晨已从当年的少女转为人母，且身怀第二胎，确实时光飞转。姚晨开心大笑，当年也是因为这张突出的大嘴，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。2006年《武林外传》曾经在电视屏幕风靡一时，如今10年过去了，姚晨晒出与主演的合影也让网友纷纷怀了好多遍好多遍，还记得没有结局只有待续，说好的待续呢？嘿，兄弟，如果真的是你，请打招呼。